所以阿公很好。中叶几岁？现在八个月大，八个半月，八个半月，超可爱的。他今天呢、做一件，学个新的东西，他会做那个学习椅哦。哇，你交到新朋友哎！你几岁？你几岁？三岁。三岁，他八个月。哎，好开心哦！因为你是哥哥，他是姐姐。而且他好喜欢他，我一直在呼叫他。所以现在要上幼稚园了吗？小班的哦，新朋友。今天听说小棕叶长牙牙，牙牙呢？牙牙呢？牙牙在哪里？你牙牙在？太近了，牙牙。他今天长牙牙了，他两个，嗯，还有两颗牙牙。
看到看到看到了，看到两颗牙牙了。可爱。弟弟呀，妹妹。弟弟。弟哦，跟你一样。弟弟。哎，弟弟啦。专注的在看东西。哥哥，哥哥，哥哥去。大家相信这次叱咤风云的杨经理吗？在家里阿布阿布，阿吉阿吉的，就臣服在这个小朋友手上。刚讲什么？刚刚讲了什么？
拜。